恭请老法师慈悲开示，大众顶礼老法师向佛一问讯。请坐啊，请坐。诸位法师，诸位大德，诸位同修，大家早晨好啊！今天是我们冬至法会三十七念佛事的第一天，主办单位要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几句话啊。我感到很荣幸啊，三十七念佛事，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提倡，非常难得得到海内外佛门同修的支持啊，确实有了一些成就啊。这种法会是元朝中峰禅师提倡的啊，这个法本是他老人家编辑的，也是一个汇集本啊。那么里面有不少啊，是中峰禅师的开示，都是劝导我们念佛求生净土啊，确实是名扬两利啊。我们净宗学会在过去里很少有这种活动啊，那么同学们要求啊，我们也要超见幽冥界众生啊，所以我看到这个法本非常好啊，从大藏经里面提出来，印成单行本呢，我们来学习啊，有今天呢这样的规模啊，这样殊胜庄严的学习道场。那么净宗最重要的还是信、愿、行啊，这三桩事情虽然是老生常谈，但是这三个字的意思太深太广了啊，真正明白的人并不多啊。那么我们说我们信了没有呢？很难讲啊。依照古达德的标准说，幸福是一心靠定啊。譬如海贤老和尚啊，老人家的法相供养在这边，他十八岁得了一场病啊，害得荣疮，全身生疮，痛不堪，痛苦不堪。他母亲给他找医生找医药都没有效果啊，最后啊他觉悟，他明白了这个病是业障病，医药不能对治，想到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，
啊，业心靠定，啊，日夜念菩萨名号，求菩萨保佑，念了一个多月了，他这个蠢病啊就好了。这叫真心。我们现在生病了，看看有别的好的医生能治疗，啊，我们就求医去了，就不念佛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一句佛号不如医生有效啊！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对佛法不相信。啊，所以真正相信。这一句佛号念到底，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榜样。啊，他一生就一句佛号，他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。20岁出家，师父是高人。啊，这个高人。实际上就是化身菩萨，啊，明心见性的人了，啊，一看到这个年轻人，啊，20岁的年轻人，发心要跟他出家，他非常欢喜，就给他剃度了，啊，剃度之后，只教他一句话：南无阿弥陀佛。嘱咐他一直念下去，他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，啊，念到去年正月往生。啊，他念到什么程度呢？他的功夫跟他的老师等齐了，平等了。他的老师。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他也念到这个境界。啊，什么时候念到的？他没有说过。啊，但是我们从他的光碟《永世界》里头细心去观察、去读诵，啊，我有理由。认为他老人家念佛，因为他的秉性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这样的根性的人在现在找不到了，太少太少了。啊，真性太难，他能做到。啊，所以师父传他这一句话正确的，啊，他这一句佛号我们能想象得到，啊，有理由能够相信，一般念3年可以念到功夫成片，就取得往生的条件，在这个时候阿弥陀佛就会给他透信息，啊，或是现身让他看见，啊，告诉他，等到他寿命终了的时候，阿弥陀佛来接引他到极乐世界。功夫成片，就跟阿弥陀佛直接连上了，这说明极乐世界真有，阿弥陀佛不是假的。啊，这样的事情，我们在《净土圣贤录》在《往生传》里面看到了太多太多的例子啊！啊，一般都是3年的，我们相信海贤老和尚3年肯定功夫到这个境界。那么他没有往生，许许多多的人
弥陀传这个信息来的时候，很多人还有寿命，不要了，我现在就去跟佛去，佛很慈悲，真的就带你走了啊。所以我们看到过去念佛往生的人啊，就以往生传、净土圣贤录来做例子，你看里面一半以上大概都是念佛三年就往生了啊，是不是寿命三年就到了？不可能啊，这个不合乎逻辑，他有寿命他不要了啊。像盈科法师，佛告诉他他还有十年寿命，十年之后寿命到的时候来接引他往生啊。可是他老人家穷，我十年寿命不要了，现在就跟你往生，就跟你去。阿弥陀佛跟他约定，行，三天之后来接引。他真走了啊，这是事实，这才能讲得通吧啊。那么海鲜老和尚功夫成片没走啊，不是他不聪明，他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往生，阿弥陀佛没有带他去啊，告诉他他修得不错，修得很好，可以做大家一个很好的楷模，让他多住几年，给念佛人做个好榜样，那么他的寿命就延长了啊。那么他的功夫从功夫成片提升到事业心不乱，我相信不会超过五年。从事业心提升到理业心不乱，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也不会超过五年。那么他念到理业心不乱应该什么时候？我感觉的40岁左右。师父嘱咐他明白了，不可以乱说，不能说，那个明白了就是开悟了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不能说，他听话，他一生真的不说啊。但是偶尔我们看到光碟里面他透了一句话，他说我什么都知道，这句话不是随便说的，什么都知道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。没有到明心见性不可以说什么都知道啊。那么这就是有一些这些细心去观察的时候，慢慢你们都能看得出来啊，他一生的修行的功夫，一生的提升啊，确实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啊。所以对净宗、对极乐世界要有坚定的信心，一丝毫不可以怀疑啊。他活了112岁啊，今年是113岁啊，去年过世的112岁啊。我相信他没那么大长的寿命啊，他的寿命呢应该也是70-80啊。啊，你看他母亲在家居士86岁往生，自在走的，没有生病，没有病苦，没有死苦，说走就走了。啊，他的师弟海庆法师82岁走的啊，他年龄应该跟他们差不多，他能够延长到112岁，这是阿弥陀佛加持他的啊。为什么要他留在世间
表法。最后的表法就是手上拿的这本书，若要佛法心，唯有生战生。这是去年1月13日，有几个信徒带了这本书带到来佛寺，送给老和尚。老和尚问大家这是什么书，大家告诉他这本书叫做若要佛法心，唯有生战生。老和尚听到这句话了，非常欢喜，就好像天天盼望的宝贝，天天盼望着，今天果然出现了，无量的欢喜啊！穿袍大衣，拿着这本书，要求大家给他照相。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别人给他照相，只有这么一次，没想到3天之后他就走了，所以这本书是弘宁法师编的，用了10几年的心血，编出这本书。老和尚表法圆满，表的什么意思？这个要知道，第一个，给我们证明释迦牟尼佛所传的法是正法。我们要相信，不能怀疑。第二个，给我们表法的、证明的，西方极乐世界是真的。信愿持名往生净土是真的，一点不假。坚定我们的信心了。这个法门确实是诸佛如来所说的易行难信，真容易有，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了92年的，日夜不间断，念到明心见性，跟释迦牟尼佛的境界平等。释迦牟尼佛30岁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，这个境界跟禅宗6祖慧能大师的境界平等的，就用一句名号给我们证明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这一句名号就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菩萨的名号，念阿弥陀佛通通都念到了，一个都不漏。诸佛菩萨所讲无量无边的经典法藏也在这一句佛号当中，这一句佛号所有经典都念到了，所有宗派84000法门到最后真正成佛还是这一句名号。给我们做这个证明的。那么经为我们证明，下莲居老居士无量寿经汇集本是真经，字字句句都是世尊亲口所说的，像老居士没有加一个字，没有改动一个字，所以这个经是真经。
啊，又给我们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是正知正见，他是集83种经论、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书，用它来解释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啊，不是他个人的意思，经里头注解字字句句，佛知佛见，太难得了。啊，第四个证，这个给我们证明，我们这些年来依会基本修行是决定正确的。老和尚在这个世界非常辛苦啊，修行92年了、为我们证明这几桩事情，我们非常非常幸运啊。这一生呢，得人生遇佛法，还遇到净宗，遇到黄念祖的注解，遇到夏莲居老居士的会集本，太难得，太难得了。所以这些我们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死心塌地再不改变啊，遇什么样的困难心都定下来，不要去找别人，再严重的病一句阿弥陀佛肯定就念好了。啊，要想往生可以很快弥陀就来接引，还愿意住世，那就接受阿弥陀佛的祝福，在世间表法。啊，在世间表法的时间，阿弥陀佛会把你寿命延长。啊，都给我们做出最好的证明啊，我们一定要相信啊。信心是第一，真正有信心我们才有愿心，我们愿意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我们愿意亲近阿弥陀佛啊，在阿弥陀佛的世界一生决定成佛。啊，成什么样的佛呢？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啊！我们30心念法本里面，中峰禅师明白地告诉我们：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我们跟阿弥陀佛是一体呀。这个要肯定啊，你才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圆满的加持啊。极乐世界也是我们自心变心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天天想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一定会现前。啊，古时候道家也知道天地与我同根，万物与我一体，我们跟阿弥陀佛是一体，我们跟阿弥陀佛是同一个自性。啊，这些道理参透了，搞明白搞清楚搞彻底了，我们就深深相信，再不怀疑啊！阿弥陀佛是我自信弥陀，极乐世界唯心净土，我决定得生。学佛的心态，这就讲到了我们的根，
我们的本。啊，根是什么？根是孝亲。啊，敬业三福，第一条，第一句话告诉我们：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这就是根。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根就在此地。根从哪里培养？从祭祖培养出来的。啊，所以祭祖是什么意思？啊，祭祖是把我们的孝心再把它发掘出来。现在人对于孝啊疏忽了，很多人都不懂得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借这个机会啊，希望清明、冬至一年两次祭祀不断。啊，在过去呢，还有人加中元，就是七月半的中元，一年三次祭祖。啊，现在确实有必要。啊，大家都淡忘掉了。啊，要很隆重的来做。啊，让大家把孝心呢启发出来。啊，那么今年这一次的祭祖好，我们除了有这个典礼之外，啊，祭祀的大典之外，我们还有19篇的文章，啊，都是我们同学啊，这一年多来学习的心得报告，啊，都是与祭祖、与孝敬父母、与尊师重道啊有关系的，很值得学习啊！这些文章我都看过啊，所以意义特别的深重。我们要把这个祭祖的意义啊，祭祖的这些理论功德啊，这个书生的利益要告诉大家啊，希望我们用这个来铺垫传统优秀文化的根基。啊，在这个根基上，我们的传统文化会发芽，啊，会成长，会开花，会结果。啊，我们希望世界永远没有冲突，永远安定和平。世俗世间法都需要安定和谐的基础才能够建立。啊，从谁做起？从我自己做起。我们要有这个心啊，从我自己做起，从我家做起，从我的小团体做起。我们要认真去做啊，我们肯定人心本善啊，人心不是恶的，是善的，我们要相信啊。有没有证据？有啊，我常常提醒同学们，人生百日，提路真长啊，小孩生下来100天啊，他还不认识谁是他的父母，还不认生啊，100天之内，你看他的笑容，看他的动作，看他的表态，那是什么？那是真心啊，那是本性全露出来了。长大之后，我们被社会环境污染了，真心不见了啊，不见了。所以看真心的就在看婴儿100天之内，从生下来到100天，你细心去观察，你能够看到，你会看到非常欢喜。你看他父母对他啊，真爱呀，没有任何条件的。他对父母，你从笑容、动作当中表现出来的爱心，你细心观察，越看越有味道啊，才晓得人心本善啊。我们中国人
教小朋友的教科书《三字经》头一句话，人之初性本善，一点都不错啊。为什么会变坏呢？特别是现在的社会是个大染缸啊，我们没有好好的根底，没有一个不被污染啊，全变了色。这个变色的就妄心，佛家叫阿赖耶。今天我们起心动念全是阿赖耶做主，阿赖耶是迷，真心是觉啊。学佛学什么？佛教导我们把妄心放下，把真心找回来，真心找回来就叫成佛。所以成佛是每一个人应该有的事情，应该要做的事情啊。为什么呢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本来是佛，他也是佛，而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不是佛。佛就是圆满智慧的人，就是海鲜老汉说我什么都知道，那就是佛。另外还有一桩事情，我在此地附带给大家做一个报告啊。在国内有不少的人用我的名义银行开户头，说是捐款给我的，其实我都不知道啊。这些钱呢都被人骗去了啊。我也考虑到这个问题，年岁太大了，死了怎么办？我不想活啊，我天天想死，死了到极乐世界去。所以大家这个供养呢，我在香港成立一个多元文化教育基金会啊，这是香港政府刚刚批准的啊，是个免税机构，慈善机构啊。那么这有一份资料啊，在这个戒缘书摊上可以能够看到，这一份是真的，除这一份之外全是假的啊。我一生没有化缘过，没有趁手要人送钱给我，根本没有过。凡是说这些话的都是骗子，千万不要再上当了啊。这一桩事情早年间宗教局的叶局长给我讲过啊。有一次他到香港来访问，早晨我们一起吃早饭，他告诉我国内很多不法分子打着我这个旗号啊，在做一些违法的事情。他说你完全不知道。我说我真不知道啊，啊，真的是冤枉啊。所以以后有人劝你捐钱，或者是龙溪大学龙溪大学我们是支持他，但是我们也不愿意收品啊，一定要捐到真正的学校的账户，或者由我们这个地方呢给你转交都可以啊。除这一家之外没有第二家，只有这一家是真的啊，是真的。那么前面同学的时候要把我名字加上去，怕别人呢仿冒啊，所以特别加了个名字啊。大家告诉大家不要上当，不要受骗啊。谢谢大家，今天时间到了，祝福大会成功，每一位同学健康长寿啊，法喜充满，功德无量啊！谢谢大家。大众请起立。